好啊，来个进行着咱台湾人俱乐部节目，咱第二阶段吼。第二阶段来到咱节目现场，啊，这是咱渔夫就对啦吼。渔夫大大。这就是咱这个电视吼，即摆咱看会到这个所谓单位型的节目，诶，这个叫鼻祖吼，鼻祖。渔夫啊，先甲咱总统甲所有听众朋友问好者。哦，阿扁总统好，咱的啊，将来阁好啊，咱迄个阿星阿妈子的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吼。即个渔夫，即个我想要来甲讲即本册之前，先互你几分钟啊，因为拄只渔夫对即边的学问吼，有真侪伊的看法就对。啊，渔夫甲即个学生朋友吼，甲即个少年家，伊是做伙吼，真正拢做妈子的吼。当然啦，毋是我毋讲即边学问只学生，我是讲。就你先用网络咧做伙。歹，伊拢啊，有学校咧教册嘛，所以教即个学生啦，啥因咧接触吼，对少年人的心态啦，啥伊总做了解吼。讲头啊，讲着有，我有咧观察，伊这网络真正厉害，对啦。讲像头先陈浩要离开吼，伊网络一下就讲我要离开就离开啊。知影。大家就知影。不是我教的啊，我是要算，是不是我讲教的 ？Facebook 都有写啊，啊，不过我学生吼，差不多有一半拢无来上课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因为我足早就甲差不多三月十八开始了后，我到三月二一啦，我就宣布讲，老师上课不点名啦。啊，但是哦，要打卡给我知道啦。啊，尤其是在立法院哦，啊，因为咱就明仔过路就讲遐个家长嘛，吼。对，无一定，大家家长拢买嘛，吼。是啊，无啊，上重要是学生安全。啊对。啊，像万一若起来去用掠去讲，咱以前有经验啊嘛。对。你若讲唔知哦，啊，不过即摆学生一定无同款啦。大家拢会来收证。嘿，哦，迄学生即摆大家哦，迄个网络即几年来哦，五六年来，你想讲咱台湾人俱乐部一开始，咱迄个五六年前我来台南先，吓。啊，咱的直播就是甲因即个学生用的同款嘛。即摆有啊，迄支还搁伫遐用，直播的。嘿啊，啊所以哦。所以讲，即经过即五六年来吼，即学生吼对即网络，哇，即逝吼，因对即网络世代吼，咧甲即迄落，即老伙仔咧相见哦，即老伙仔吼，一个比一个笨。啊，少年的二十六几岁啊，谈个六十几岁咧，其实是到底是啥物人较赢着，你毋管讲。嗯，啊，你甲看，甲你讲咧，啊，一个几岁啦？六十几岁谈二十几岁，真正差40多岁咧。我讲遐，大家遐五六十岁，遐国民党个，大家都一个比一个较笨蛋。莫讲话阁好，人一讲话就叫用讲干。迄落，即届吼，即届即个着做，咱其实即对迄个洪仲洲迄个案件开始啦吼。迄阵着做上街头嘛吼，啊，声援洪仲洲案件。我咧想吼，未来迄个所谓荧光棒着对吼，可能也无生意啊。即摆根本嘛插荧光棒万免啊。啊，拢有手机啊。手机啊，煞起着搭点火啊。是啦，迄届迄内底迄火。对对对，啊，你甲看迄个三月三十号50万人个迄届，啊，昨个伊要离开立法院个时阵有无吼？两三万人个即届，啊，搁至少。到到尾拢是用手机啊来点导了即个做街路嘛吼，点导即个活动吼，即以后我看参荧光棒，就算落去安尼。你现场对啦吼，差不多九成以上绝对拢学生了对。当然啦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若无学生，你想要叫我去用，我袂晓用。即摆手机啊，点电火，毋是干呐光光尔呢，佫有各种的迄种形式的光光的。我甲你讲吼，迄个我伫天下有写一篇，天下杂志啦，我有写一篇文章咧讲即个网络吼。啊，即摆吼，即摆差不多举手机啊，拍电话拢免钱啊。啊，网络电话。啊，但是吼，即摆佫一个佫较厉害，就是讲，咱即摆咧现场吼，差不多，比如讲几啊十万人、五十万人伫遐时阵，啊，你手机啊就阵亡了嘛。对。无就上网了嘛。人一坐就起咧啊，嘿。起，但是我咧讲吼，迄个我一讲，我一讲迄个学会的时候，我写一篇文章，我讲即摆佫有一个叫 Fire Chat。啊，即个吼，手机啊就是基地台。无网络照传，基地台。你家己个手机啊，就是基地台。嘿，你个手机啊，就是基地台。所以吼，伊就是讲，伊个学生一看，吼，迄篇文章，走伫我内底吼第一名。啊，因是安怎？就是讲，我即摆我传互阿星啊，阿星啊传互迄个钟大哥，啊钟大哥可能佫传互另外人，传到同尾一个人出去个，迄个吼，若连着迄个 WiFi， 迄个就个资料送出去。就讲你每一台拢是一个。你即讲吼，怎啊听？我。迄个伊个意思，就是咧讲，我即摆我，譬如讲我即摆伫山内啦，啊，迄个所在是完全无信号的，完全无，对，我要安怎去传互别人，我就无信号啊。啊，所以就是安尼讲，美军也烧台，台到山内去，台到红高野外去，啊，无网络要安怎烧台？啊，都无啊。哦，啊，所以美军就是，这是美军发展出来嘛。哦。
啊，即摆即手机啊，已经拢出来啊。哎，啊，就是讲，对对，啊，就是讲，咱的电视局以后吼，唔拿电话钱收无啊，网络钱嘛收无。哈哈哈哈哈。都唔免用啊，对啊。对啊，都无。啊，我意思，我问题就是，由我问者，我即手机啊信号是空的，拢无咧。是。拢无信号。拢无，啊，手机啊就是基地台啊。啊，我要安怎看到别人？我都无信号啊。啊，就我。确定我著试予你看嘛，我看到你就好啊。相片嘛，发过来。相片还当。系啊。兄啊，啊这真正万底深坑。系啊。啊所以哦，即马就是。你讲意思，你听无？我是听有，但是我即个诶头壳转袂过来，就是讲，啊都无信号啊。简单讲，就是咱以前的网络是中央集权嘛。嘿嘿嘿。就是讲，我中华电信是，你一定爱甲我买网络。哦。啊，你才有法度传物件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但是即马就是甲咱这学生同款啦。咱即马吼，已经迄个中央集权代理制拢叫拍破了。每一个人拢是头家。啊，每一个人手机啊，每一个拢是公民记者。每一个人手机啊，就是基地台。啊，其实这就是甲迄个反这种集中制啊。啊，这是全世界的趋势。我咧安尼，等下若有用啊用啊，因为我捌去。深山那来过暝嘛，啊你深山那来过暝，莫讲无网路信号啦，参电话都袂卡进，敢若像你啥物紧急播啊，伊就是用手机，但是即摆即个诶问题就是讲，你若去深山那，家己一个人当然无法度传物件嘛。哦。啊，你若有十个人，啊，即十个人每一个人差不多是伫三百英尺，差不多三百英尺，450公尺啦，450米啦。啊，你若讲有十个人，450米就4.5公里。啊，就这十个人就会当讲排做一列吼，啊，传到同尾一个，迄个传出去外口的 WiFi， 安尼怎样说？会当安尼传哦。嘿，会当安尼传。啊，就是用机啊对机啊，尔对啦，用机啊对机啊，啊，我听话安尼。是，就是一只，咱咧搬沙包有无？哦，我搬过，你接到尾，接尾卡车去哩，安尼就对啦。对，嘿。但是迄是爱传，会使公开，才会当安尼传。无啊，你无啥物公开？我有相片，我袂使公开，我搁等较济人过来。啊，所以伊讲要传互朋友咧，对不对？网络的世界哦。是即个国民党遐个世代哦，无得想象的。啊，你莫讲啥，你刚刚即，你刚刚讲吼，即道吼，迄人迄落迄种八爪，迄种迄飞行机有无？迄种直升机有无？迄日本的，迄即摆是将来是要变作上火呢。哦。以后圣山的山边哦，你若甲点火，砰砰砰砰，一台赛车啊，恁兜停的，物件就甲你送过啊，唔免叫栽培啊，啊会当载7公斤呢。7公斤就当载几罐。来，讲你这本册，讲你这本册。啊，我这嘛，当安尼夹袂中，无送去。直接送到人家厝了，对啦。咱这个。嘛，按这道是用这翕啦。哎哎哎。为空中来去翕。就哎，迄个四个玻璃杯在边啊，哎，啊，真稳嘞，迄翕个真稳。啊，足稳嘞！啊，足稳嘞！你即摆买马上就有啊。哦。即摆买马上。哈哈哈！先来上映厝。啊，这有啊，网络内底是拢咧卖啊。我无上嘞，感谢。哎，啊！但是迄吼，迄太好用了嘛。太好用了。嘿啊，太好用了。日本，我知影日本已经开始用直升机送货啊。譬如讲，今仔敲电话去一间汉堡店啊，啥物货，直升机是飞来到你的迄个了，做窗仔口。日本已经开始，咱啊，这当然是好奇啦，新鲜安尼就对啊，吼。啊，这着搁包括要操控啊。无，这会影响整个后勤制度了。嗯。啊，所以这道的网络科技吼。真正足厉害啊！一定把所有会当用到拢用到啊！啊，所以我才教这学生吼，真正是逐日咧钦佩着啥？我即件吼，等到我学足多个啊！哎呀，吼，我哪遮厉害啊？这逐项都会啊！啊，佮有迄小妹问我讲，哎呀，我上相片，我影片上传 YouTube， 啊，去用截掉的是安怎？我讲，啊，这国民党有毛党，甲你检举啊！啊，检举变安怎？讲啊。佮你啊，欠位地去，要位地去，甲用出来，安尼哦。容易等又倒转来就对。哎呀，做即摆足厉害。对。啊，这有哪，这有哪万底深坑呢？这有诶，较无够，那是爱佫问老师。对少年来讲吼，即摆已经，所以吼，这五六年来教册教了吼，感觉足有成就感，就是。你即个表现。像咱渔夫即摆即本《乐居台南》吼，这算已经第二集啊，吼，这之前有一本嘛，吼，即摆佫第二集。啊，即本较厚看。哎。啊，即本内容佫较侪，吼，内容较侪。会以后像即落用纸印的册，反正本来无用。所以这阿香啊，就是讲到重点啊。所以讲你即摆吼，咱即摆这纸本这个物件吼，你得恢复一个原则，就是讲，我想要买你的册。好对。
对吧？嗯、我买你的册，我是要珍藏嘛。嗯嗯嗯。啊，所以我先就甲因这出版社讲，我若要写这本册，一定迄内底图爱画到足认真，嗯、啊画到，让人感觉讲你会当收藏起来。对对，有留个价值啦。有个价值。啊，所以我这件画一个遐么青面，哎呦，有你画这种就不简单啦。哦，用红面啊。红面这种我真正不简单啦。哎呀，一间啊，一栋啊，一栋厝的哦，所以咱台南市政府，这台南市政府啊，台南车头啦，台南车头啦。啊，咱的这个红阿蒙霞啦，吼，咱的这个赤干老三，嘿啊，规个拢就是，啊，迄树啊，迄树叶啊，一块一个画呢。哦。啊，所以吼，内底所有画，即个有即做好笑一件代志，内底很贵哦。嗯。啊，有一个迄个台南的这个板豆菜，哦，全部拢是安尼，吼。啊，咱的外孙子也来吼，讲看到这本讲。哎呦，姨夫，你来翕我才好啦！哎，我外孙子啊，我，哎呀，我外孙子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用画的，看外形了。哎呀，哎，这画这图挑战足大个啦。嗯。你。这个姨夫，稍等下吼。啊，阿兄在会晓画图啊。哈哈哈！你无讲个啦。我等下吼，要甲你问一句话吼。嗯。即咱小等下接一个广告，无咱等下要咱先接一个广告吼。像我有呾安尼一直食物对毋对？啊，足侪人拢爱甲我问一句话，讲：哎呀，你感觉倒一间上好食？哎，我袂晓应即个问题。嘿。你敢有影回答即个问题？你即摆出一本对毋对？嘿。哦，出一本，你之前用一本，即摆要出一本。我相信足侪人拢爱问伊，讲：阿兄啊，你感觉倒一间上好食？伊，你感觉倒一间上好？你话只就是倒一片上好食。啊，我碰到即个问题吼，我拄我拢甲讲讲，你去食，若合你的味，迄就叫好食。啊无，我毋知要怎甲用啊。确定，我来甲你回答即个问题。哦，来，好，咱先进一个广告吼。啊，今仔来到咱节目现场是咱姨夫啦吼。啊，咱姨夫老师呢，嘿，啊，伊即摆呢有阁一本新册，叫做《乐居台南》吼，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，来好，感谢咱。